彰化圆斗国中小二日上午举办百周年校庆大会暨社区联合圆游会，开场由国中部学生朗诵英文短诗 Hope 希望，并办理校园科学闯关活动、社区表演、农特产与二零市集圆游会，让爱、希望与幸福永传承。那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的校长、老师、地方士绅，大家对于教育的支持。那圆斗国中小在这几年，县政府跟中央总共也投入了5600多万。那在这边包括我们未来做我们的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中继点哦，那还有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设施。那不过我们还有改善的机会，像我们今天就看到了我们的 PU 哦，那我们也会加速的来做这方面的一个部分哦。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，也祝福我们圆斗国中小100岁生日快乐。这次哈百年校庆的话，我们结合了社区，我们社区的7个社区哈，跟我们二林镇哈，二林梦想起飞社群哈，那一起来协办这一次的校庆跟我们的圆游会。那希望呢，就是用社区更好的方式，那带起整个我们的社区意识，让大家对于这个学校百年来孕育了很多的优秀的校友，那还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，让大家一起进来体验一下圆斗优质教育的美好。百年校庆的社区活动有从2岁到我们的好像90几岁，因为我们圆斗社区里面有老老学堂，还有我们在我们这里面有7个里有许许多多的表演，包括我们到幼稚园我们都有，所以等一下在今天这个校庆里面，你们会看得到很多从2岁到老老学堂的这个部分会有很多的表演的节目。圆斗国中小创校至今，培育出许多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。王县长特别谢谢历届的校长及所有老师的用心，也感谢家长会及地方士绅对教育的支持。祝福圆斗国中小100岁生日快乐！公益频道林义俊20采访报道。